些即使会自己融化，你的肩膀是我莫大的天马。一整天下来哇，还满意吗？一点点。我现在我觉得我们两个像管家，他好像客人，他只差没有把脚掉。哇，十五今天安排的不错。虽然你是客人，我们真的不好意思说，还要麻烦你说来这个地方还要这个唱歌或干嘛，对不对？那我们钢琴已经准备好了。变成从客人变成驻唱歌手，我们有没有这个荣幸可以就是听他自弹自唱？对，我帮你们准备了简谱，这五线谱哎，我看不懂五线谱啊。我可以先练习一下。你先练习，我们在这边等你一下。奇怪，我哪里怪怪的？可以跳一下。有评分表吗？这边？哇，得得得，这边可以自己用唱的吗？得得得得得。客人来，我弹，我你来唱。好好，我觉得你这样太辛苦，我根本觉得好辛苦。等下一个天亮，我已经快点说话，到底算不好吗？有些即使会自己融化。唱上瘾了，你在那边狂嗑药，然后今天把这个皮亚都骂。爱玩客欢迎光临的主题曲，对，而且我们刚好郭靖在这里，对，多棒，对呀，就物尽其用。他帮我们唱，他直接说他已经免费帮我们唱了主题曲。主题曲，我们这个叫是想凹他。你试一下，你试这句就好。美好的回忆。好像可以，对啊，放在我心里。难怪歌手都这么会玩那个押韵 tempo， 对不对？下一句是难分又难离。哦，好。难分又难离。Oh my baby。